主线第五章不期而遇，新的旅程。主线第四章乐曲全速通关，就可以在地图选择页面进入本章节游玩，扩充章节哦。月光下的晚宴，在料理中发现对音乐热情，包含五首乐器，可在商店页面中点选章节图，阅读相关说明与进一步试听各首乐曲。订阅章节无限，李默的秘密书房。全新的乐曲更新系统，每月将推出数首新曲，透过网络下载即可游玩。订阅期间可无限次数游玩方案，包含所有乐曲，所有的乐曲。哇哦！可于地图选择页面点选并阅读详细说明。哇哦！真是兴奋啊 ！Hello， 拜拜，我是伟伟。如果各位所见呢，我们即将要来玩 Chapter 5第五章。不期而遇。不过在他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他扩充章节好了。好的，欧章啊，欧章在哪里？这里，月光下的晚宴。Chapter 5，月光下的晚宴。哦，好帅啊！他们应该可以说话。比起肉类料理，我更喜欢吃蔬菜呢。吃了蔬菜，又觉得心里被净化，似乎更有作曲灵感了。还有吗？就这两句。好，换你。哎呀，这些丰盛食物到底是谁准备的呢？这些料理中果然是炖菜最好吃的，果然是贝西卡喜欢吃炖菜。也是两句哦。尼诺，我们来占你这边的所有食物，这盘肉串就都是属于我的。我还没看完。好，反正就是在抢东西。这盘肉串都是属于我，甜点机就交给你了，不用你说我也打算这么做了。现在看这些，这是我的领域。你喷泉就是传说中的巧克力喷泉吗？这就传说中的巧克力喷泉吗？是个完美的外形和光泽。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巧克力喷泉吗？是个完美的外形和光泽，实在太诱人。好想跳进去游泳啊！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的，这个呢？哦，不错嘛。这首可以玩。不错的歌曲，大家有兴趣可以进来买一买哈。啊，旁边有什么可以点？各种蜡烛灯。
那个无限章节是怎样？哇，全新订阅系统带来大量新乐曲需网络连线，每月推出新手新曲，每月将推出数首新曲，透过网络下载即可游玩。哦，我觉得我今天讲话好结巴。订阅期间可无限次数游玩方案，包含的所有乐曲，灵活付费机制，可自由选择白金基本方案。哇哇，还分方案啊！啊，这么嗨啊！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刺激的第五章。好了，我根本就没钱去买那什么章订阅章节无限的、啊，去看大佬玩吧。好了，首先第五章不期而遇 ，start。Chapter 5，不期而遇。菲西卡站在飞行器的甲板上，眺望着远方。罗莎从驾驶舱里走了出来。你在想什么呢？罗莎问。美兹尼，菲西卡说。点点点点点点。你们还是不打算改变心意吗？你是指恢复世界吗？菲西卡说。嗯，罗莎说。嗯，菲西卡说，嗯，你们就一直嗯就好了。哎，罗莎说，我想也是。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更谨慎呢？银矿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呀、啊，一不小心的话，因为我死记带到这个世界啊，我喜欢这个世界啊。菲西卡说，我喜欢这个世界。每天早晨的太阳、白云，还有风、草地、树木、不知名的花朵、土壤的香气、水面的波光。小时候，我以为世界的美好部分只有我们村子那么大。直到李默第一次调律成功，我发现世界的美好原来比我想象的更辽阔、更丰富。你是不是爱上李默了？没有，看一下。我想看到世界原本的模样。你以为是进阶巨人啊？没有，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点点点，点点点。罗莎沉默的看着菲西卡，菲西卡则坚定的看着罗莎。好吧，我了解了。你觉得这样的世界是值得你觉悟，甚至值得你牺牲的吗？哇，这是在立 flag 吗？好可怕。其实我不知道，菲西卡说。但是。因为危险而完全不去尝试，那就跟放弃没什么两样。说得真好，我喜欢这个世界，而且我相信李默。菲西卡说。果然是这样啊，罗莎说。和你们接触之后，我其实就有预感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了。
这个时候，驾驶舱里突然传来尼洛大喊：“不好啦！”甲板上的三个人纷纷跑进驾驶舱，行进轨道忽然不受控制。尼洛说：“仪表板上显示着巨大的红字，目的地已指定，不可更改。”嘿，是那个波多贝克吗？嘿嘿，那个隐藏图。怎么会这样？罗莎说：“这艘飞行器要开往哪里？”不知道，尼洛说。众人在驾驶舱里慌忙的四处调整，想尽办法，却一点用也没有，飞行器依旧不受控制。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厚重又阴暗的云层之上，飞行器逐渐朝未知的方向飞去。就在他们依旧困惑的时候，舱外忽然传来巨响，接着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哇，这个飞行器好大啊！怎么会是？罗莎大喊：“该不会要坠落了吧？”飞机卡立刻惊慌地跑出驾驶舱一看，这是什么？眼前的景象太过奇异，让他吓得不知该如何是好。虽然不是坠落，但却有两条巨大的铁链从云层里穿出。What the fuck？ 巨大铁链从云层里穿出，紧紧勾住了飞行器的两侧，正将飞行器往地面拖去。所以这是一个停机坪的概念吗？跟着跑出驾驶舱的三个人也一样震慑于这幅光景。这到底？尼莫说不出话来，完全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好几阵剧烈的震动，飞行器被铁链拉着迅速下降。就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从脚底下传来猛烈的冲击，四个人没有防备，就这样被震倒。飞行啊！尼莫看见倒地的飞行卡，想要伸手，却在混乱里不知道撞上了什么，痛得他昏了过去，眼前一片漆黑。这不是 Chapter Lilo 的图片吗？尼莫睁开眼的时候，不晓得已经过了多久。他花了一点时间才想起来自己为什么会倒在地面上，所以他们飞行器坠毁了，真的是坠毁了。在他身后，飞行器被铁链紧紧缠住。飞行卡，尼莫跑到飞行卡身边，将他叫醒。菲西卡看看尼莫，再看看四周，罗莎跟尼洛呢？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他们会跑到哪里去呢？尼莫和菲西卡在周围搜索了许久，却依然找不到罗莎和尼洛，好可怕啊！他们被迫降落在一个奇异的地方，背后是一道深不见底也看不到对岸的峡谷。而眼前则是浓密阴暗的森林，缠住飞行器的铁链是由两个炮台状的装置发射出来的。哇哦！除此之外，都被严重的静默化包围着。啊！终于要开始了！第一手，找了许久，隐没在森林的边缘发现一条小径，沿着小径走，在尽头。有着一根镶着银矿似曾相似的石柱，只是这根石柱更为巨大，上面还有繁复的冰晶的图案，散发着寒气。这里好冷，李莫大喊。看来不对，这个银矿进行条例是找不到其他出路的。飞机卡说：“好，来吧。”李莫搓了搓手，兴奋的进入备战状态。虽然眼前好像只有这个办法，但飞机卡心中却有一丝不寒。哇！我现在也觉得一丝不安了，他光 Ultra 就12等，第一首歌，搞什么鬼啊，好可怕。开始吧。
각을 기다시아가세나마보러시어느日너사에君は見せた진로다오二人だけが邪魔な色をさして歩けば歩くほどに茨が刺さるよな石化の森が立ちはだかる現実に命定したそれでも抗うのをやめなかったんだ二人の愛が鳴る夢を見ていたからもしサタンが消しにくったいたような夜だってファンテーブルの上いつだってダークリンゴがあって永遠が潜む温度最後に手を伸ばしてしまうから雪原舞い散る波に隠すように全てを閉ざしたりしないで好帅哦，这个冰柱哎，有够帅！冰之呼吸是吧？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石柱散发出淡青色的光芒，照亮了前方被静默化的区域，显现出一条狭窄的道路。走吧，李默说。等我一下，这里气氛实在是太奇怪了，我想再调查一下。飞机卡说：“哦，李默说，等一下，你看这里好像有写些什么，我来看看。”飞机卡说：“上面到底写了什么？”李默着急的问：“进化，掌握力量。”飞机卡呢喃着：“哦，这张飞机卡画的，我觉得有点不错看哈，什么意思？”似乎是说如果不用进化模式就无法真正让这里启动的意思。只是启动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该不会又和启示录那时一样，呵呵。但是如果不启动会不会就找不到罗莎和尼洛了，林默问。看来现在还是只能先用进化模式试试看了，飞机卡说。我靠，我怀疑关卡设计师是想搞大家哈。接下来呢，一律只能用进化模式，虽然对我来说应该没什么差啦，我平常就是在用进化模式玩啊。大家都用进化模式在玩啊，为什么？因为大家想追求刺激，就这么简单。哦，这一首。沿着窄路，他们抵达了下一根石柱，石柱上的阴矿发出黄色的光芒。哦，我知道是雷之呼吸啊，不是，以及噼噼啪 啪的声响啊。好痛，李默说。好痛是什么？是静电吧，飞机卡说。要小心哦，三亿在后面哦。啊，不是不是不是啊，为什么鬼灭之刃那个可以开不完啊，真的是哦。
我觉得这首好难哦，天啊，比刚刚那个难，这真的是十二等吗？还是我不太习惯啊？算了，没关系，反正有善意看就好了。啊，两个 miss， 管他的，走起。音框发出的光亮驱散了前面被寂寞化区，指引出下一条街小径。要调查一下吗？李默问。不，菲西卡说，我大概猜出这些是什么了。哇，菲西卡真是聪明哦！快告诉我，李默说。等到真的启动之后吧，现在还有一些搞不清楚的地方，菲西卡说。哦，下个是什么？李默和菲西卡沿着小径走，抵达了第三根石柱，石柱上镶嵌着银灰色的音框，并且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哦，我知道这是什么，水之呼吸，炭之狼，对不对？不是。哇，李默一脸不舒服的样子，这里的湿气好重，看来石柱的共鸣能量和天气有关，所以要掌握的是大自然的力量吗？菲西卡在一旁呢喃着。等一下，十三等，我靠，三小。哦，天啊，快受不了啦。爽啦，把水之呼吸用到欧康啦，不是哈哈哈哈哈，水之呼吸欧康，爽啦 ，yes yes， oh yeah baby， 好爽。呼，终于解决了，李默说。嗯，菲西卡说要做好准备，我觉得应该快要启动了，魔王曲哦。所以是启动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不，我担心是启动之后会出现什么。菲西卡说：“我们会不会像之前启示录那样？啊，有可能哦，各位同学，启动了不该启动的东西。”菲西卡这样说的时候，
李默想起了下落不明的罗莎和尼洛，不禁觉得有点难过。你是觉得他们被静默化了是吧？没有啦，开玩笑。其实在不了解这些石柱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暂时不要调律比较好。只是这里的环境如果不调律就找不到出路，已经没办法了。好，李默坚定地看着飞机卡，两人继续朝下一个石柱前进。这是一种危险的抉择。哦，他们远远的就看见鹰矿散发浅绿色光芒，也感受到强风从身旁呼呼吹过。啊，差点就要被风吹走了。李默说，这里的风好强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强的风。李默，你要小心哦。菲西卡说，这什么风之呼吸吗？有没有风之呼吸？好像没有啊，管他的，给我开始。什么取名啊？好了，我跟你讲，这首歌取名就叫做，好像叫做《暴风雨》吧？啊，对，我有查过，啊，以费尔是吧？没差，而且这个他现在就闪的是怎么回事？等一下，我们刚打几首？四首，所以第五首就是魔王曲。哇哇哇哇哇！我好兴奋，好兴奋，好可怕，好可怕！我会不会被寂寞化？我会不会被寂寞化？啊，管他的，总有走下去吧。龙卷，飞机卡念出石柱上的文字，那是什么意思？李默问。是这种强风的名字，飞机卡说。上面写着，只要有龙卷风，就会造成很巨大的灾害。如果是我们村子那样的地方，一下子就会被吹走。好可怕，李默说。如果有人用鹰矿掌握了这种力量，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跟他对抗呢？不知道，菲西卡说，他想起了罗莎和尼洛说的话。所以鹰矿真的是一种武器啊。啊！
我靠，什么？阳能轨道？哇，一样也是 Ultra 食物 ，Ultra 食物哈。然后16等不给开是怎样？他是怕我们再次玻璃心是吧？这首歌我记得中文翻译就叫阳能轨，太阳能轨道。反正我是觉得好帅啊，开始吧。反正呢，如果我不幸被寂寞的话，大不了就玩中等啦，就这样。以为结束了，并没有。你给我继续哦！你给我继续魔王曲，给我继续。吓死我了！我差点以为我就要死在这个地方了。哇！这什么初见啊，好可怕！居然连90万都没有啊！完成条律的瞬间，强大的魅惑归于平静。李梦和菲西卡才回过神。并对于石柱散发出的庄严气氛感到震慑。我们刚刚做了什么？李默说。看来是真的启动了，但是这到底是……菲西卡有点不知所措。哎呀，阳能轨道啊，好不好？啊，真是太美妙了，太美妙了啊！你他妈终于出现了哈，神秘黑衣人。在菲西卡与李默还惊魂未定时，他们背后忽然传来人的声音。终于启动了，暌违了这么久，一切都按照计划，我们的蓝欧台计划，嘿嘿嘿。这是他们从未听过的声音，并不是尼洛或罗莎。他们回头，只看到三个穿着斗篷的陌生人。啊，欢迎你们！站在中央的那人脸上带着一抹微笑说道：“
啊、好邪恶、哦、好邪恶、哦、我靠，这里就是音控管理局本部发明音控的地方。 Bang 超剧情超展开， Bang Bang 章节过关，感谢你的游玩留下评，让他鼓励过我们吧。不用了，我已经鼓励过了，未完待续，旅程暂时告一段落，敬请期待下一章节更新。哦，这一次玩的真是精彩，这剧情真他妈屌啊，屌爆了、所以我们有什么，哇，希尔就这样坠毁了，垃圾飞船就这样坠毁了，官方吐槽最为致命，因为大家都想坠毁飞船啊，飞船坠毁了啊。然后这里有冰之呼吸，雷之呼吸啊，水之呼吸，风之呼吸，最后再来一个光之呼吸是吧，啊，各种呼吸，各种大自然，真的舒服。好了，那我们也玩的差不多了啦，之后就会在影片结尾放上隐藏图，应该也是藏了一些相关的剧情讯息。那么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影片的话，可以在下方按个喜欢，然后订阅或是订阅我的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那往后之后也会出更多相关跟拉诺塔有关的影片，或者是其他游戏的影片。好啦，那这次的大更新就先玩到这边啦，我们下期再见啦，我是伟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大家拜拜。调滤后，石柱上的碑文亮了起来，诉说着沉睡的历史。气候异常，连年大雪，物资缺乏。人类为了生存，开始研究掌握自然力量的方式。最终，竟然能够控制大雪。石柱上的碑文静静地放着光。大雪之后，人类掌握了闪电。声音，人类发觉万物的内在都有声音，声音就是存在的证明。旋律是声音的秩序，秩序是酝酿能量的来源。最初的音矿就这样被发明了出来。石柱上的文字明灭闪烁，但人类终究不是神，暴雨来袭，冲刷了一切。暴雨之后是龙卷风，异常的气候仿佛天谴，更多人因此死亡，更多村庄因此毁灭。李默与菲西卡的背影逐渐远去，但是人类并不服输，持续研究与改进音矿。终于，人类凭着音矿掌握了天的力量，人类得到了神的力量。在碑文底下还有最后一行小小的字，但是神只能有一个。